里倒数十天，宋慧乔浪漫卷发造型曝光。宋慧乔月底将和宋仲基步入礼堂，近日登上南韩 Vogue 杂志11月刊封面，她一头波浪卷发，展现浪漫妩媚的气息。转为人气身份倒数计时，粉丝也迫不及待等看宋慧乔的新娘 look。 这是宋慧乔第五次登上该杂志封面，尽管已36岁，岁月在她身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。其实宋慧乔的13年前和 Rain 和拍的电视剧《浪漫满屋》中就留过波浪卷发型，不过当时长度较短，给人青春活泼的感觉。相隔13年登上杂志封面，宋慧乔的卷发成了浪漫成熟的感觉。尽管气质转变，粉丝大赞唯一不变的是她的童颜鬼鬼吴映洁遭韩经纪公司放生，新歌《露美》被苏雄豁出去。吴映洁鬼鬼推出新歌 Knock Knock Knock， 离开南韩经纪公司的她豁出去。他去年收入近千万，为了这首歌狠砸800万元预算，忍不住惊呼，为了他，我去年赚的钱都快烧光。尽管没有大型经纪公司撑腰，他自组工作室，造型大走性感风，露出胸肌美杯，展现雄心壮志。鬼鬼与韩经纪公司 CGE 和 M 约满靠自己续看新作，他说今年在工作上发生了很多变动，会想做这张单曲，主要也是希望证明给大家看我做得到，也想做出一张不让自己后悔的作品。新歌耗时半年多，中间还一度停滞，我身旁的朋友都以为我发单曲是说说的，加上中间讨论花了不少时间，让我一度想放弃。直到跑通告遇到黄子佼，贵人一句话点醒他，他跟我说你上一张很成功啊，怎么不赶快再发新作品，时间不等人，加油啊，让他有了动力盼下去。他近来迷上性感的 Zumba 舞蹈，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Zumba， 发现他的曲风很热情也很随心，就跟我的个性一样，根本就是受我的舞，因此也把 Zumba 元素融入歌曲之中。 Kno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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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3日将在 Hit FM 首播，婚礼倒数十天，宋慧乔浪漫卷发造型曝光。宋慧乔月底将和宋仲基步入礼堂，近日登上南韩 Vogue 杂志11月刊封面，她一头波浪卷发，展现浪漫妩媚的气息。转为人气身份倒数计时，粉丝也迫不及待等看宋慧乔的新娘 look。 这是宋慧乔第五次登上该杂志封面，尽管已36岁，岁月在她身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。其实宋慧乔的13年前和 Rain 和拍的电视剧《浪漫满屋》中就留过波浪卷发型，不过当时长度较短，给人青春活泼的感觉。相隔13年登上杂志封面，宋慧乔的卷发成了浪漫成熟的感觉。尽管气质转变，粉丝大赞唯一不变的是她的童颜鬼鬼吴映洁遭韩经纪公司放生，新歌《露美》被苏雄豁出去。吴映洁鬼鬼推出新歌 Knock Knock Knock， 离开南韩经纪公司的他豁出去。他去年收入近千万，为了这首歌狠砸800万元预算，忍不住惊呼，为了他，我去年赚的钱都快烧光。尽管没有大型经纪公司撑腰，他自组工作室，造型大走性感风，露出胸肌美杯，展现雄心壮志。鬼鬼与韩经纪公司 CGE 和 M 约满靠自己续看新作，他说今年在工作上发生了很多变动，会
会想做这张单曲，主要也是希望证明给大家看我做得到，也想做出一张不让自己后悔的作品。新歌耗时半年多，中间还一度停滞，我身旁的朋友都以为我发单曲是说说的，加上中间讨论花了不少时间，让我一度想放弃。直到跑通告遇到黄子佼，贵人一句话点醒他，他跟我说你上一张很成功啊，怎么不赶快再发新作品？时间不等人，加油啊，让他有了动力盼下去。他近来迷上性感的 Zumba 舞蹈，偶然的机会接触到 Zumba， 发现他的曲风很热情，也很随心，就跟我的个性一样，根本就是受我的舞，因此也把 Zumba 元素融入歌曲之中。 Kno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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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3日将在 Hit FM 首播，昏迷倒数10天。宋慧乔浪漫卷发造型曝光。宋慧乔月底将和宋仲基步入礼堂，近日登上南韩 Vogue 杂志11月刊封面，她一头波浪卷发，展现浪漫妩媚的气息。转为人气身份倒数计时，粉丝已迫不及待等看宋慧乔的新娘 look。 这是宋慧乔第5次登上该杂志封面，尽管已36岁，岁月在她身上几乎没有留下痕迹。其实宋慧乔的13年前和 Rain 合拍的电视剧《浪漫满屋》中就留过波浪卷发型，不过当时长度较短，给人青春活泼的感觉。相隔13年登上杂志封面，宋慧乔的卷发成了浪漫成熟的感觉。尽管气质转变，粉丝大赞唯一不变的是她的童颜。